屈臣氏的。好，他还在，还在跑。还在跑。OK OK。没有没有，屈臣氏就觉得可以啊，哎呀，好，对对对对对，在直播。好的，耶、yeah! ！再来一次，欢迎大家收看屈臣氏的直播。和大家讲说呢，看直播要干嘛？就是要抢好礼。所以和大家讲说呢，今天呢，你就赶快在我们这直播下面艾特你的朋友，例如说我的朋友叫黄晓明，我就艾特他，然后下面写 Dasha Satin 口碑爆棚商品。你就有机会可以获得价值6800的保养品哦，医美级顶级的。所以这时候你该怎么办呢？你就走到客厅，把爸爸妈妈的那个手机都抢来，打电话跟朋友说，赶快来看直播，因为你的留言越多，你的账号越多，你得奖机会就越多。然后和大家讲说呢，Dasha Satin全品的商品呢，满888就可以现折100，你到屈臣氏的门市或是网路购物都可以哟。和大家讲说，我和关老师非常的好，但是你知道夏天到了，总会皮肤出现一些问题。然后我刚刚就是昨天有打到给那个关老师说，哎，老师可不可以救救我的皮肤？他就跟我约在屈臣氏，到底是为什么呢？我们赶快来欢迎我们这个皮肤界保养的教官，欢迎我们关老师。嗨，关老师，为什么大家好今天在这里？因为呢，你知道我们背后是什么？Dasha Satin，对不对？然后你有什么问题？我就是皮肤非常的不稳定、啊，对。而且你知道，最近就是我就是去那个台南，我看你的那个粉丝团都是你知道，就是一些辣妹照啊。对。但是你知道，我就是常常会有一些脱妆的问题。但是我知道你要说，比如说脱妆可能就是要皮肤要保湿、要保养、嗯。但是我已经用了保湿的面膜，但是我觉得我的皮肤还是一样很不稳定、嗯，还是一样常常会有脱妆嘞。好，因为呢，玉兔算是我朋友当中肌肤算敏感，你不要看它那么碎碎呀，其实肌肤是非常敏感的、嗯。然后最近又经常往外跑，我就想说，哇，可能最近会打电话给我问我皮肤的问题嘛。哎、欸，你是算命先吧？对，我就想说，哇，感觉好像你有点晒到啦，有点泛红啦。哦、嗯。然后我今天约在这个 Dasha Satin 的柜前面，最主要就是因为呢，哦，你知道，如果你看遍所有的那个开价医美的一个就是开价的那个药妆店啊、哦，医美的品牌，你会发现说，只有 Dasha Satin，、嗯、他们家呢。从洗脸到面膜，全商品都有添加顶级的鱼子成分在里面。天哪，好高级哦！而且你知道吗？你这种肌肤啊，就是因为你缺乏营养，缺乏那个你知道不够强壮，所以你就是要用顶级的鱼子精华来去让你的肌肤给予营养哦，让你肌肤强壮。而且呢 ，Dasha Satin 他们家有经过一些安全敏感的测试啦哦，然后它还有无毒的一个认证啦哦，还有像是没有酒精、没有色素。然后就是没有那个就是香味，最适合你这种肤质，所以今天跟你约在这个地方。对，因为你知道我的皮肤是一旦有时候碰到太吃激，就很容易泛红。没错，所以就是你知道，像看直播面前的那个各位观众朋友，如果你皮肤是很容易过敏，对，或是你觉得说，哎，有些商品我不适合用，你就非常适合 Dasha Satin。没错，因为很多人可能讲说，哎，你过敏的时候，你可能不能用这个，又不能用那个。嗯、但是当你的肌肤没有营养的时候啊，哇、哦，那个真的好得很慢，嗯、会好得非常的慢啊、哦。那所以我今天刚刚就是玉婷有讲到，就是你出去玩带了保湿面膜，但是那个面膜好像似乎没有什么效果，对不对？对。你知道夏天其实是敷面膜最适合的时机、嗯、但是大家都会选普通的保湿面膜、嗯、普通的你说我的用太普通那今天要介绍的是非常厉害的来 Dasha Satin 他们家的面膜呢给大家看一下啊 Dasha Satin 的顶级鱼子高效保湿面膜，哎、欸，它那包装看起来就很棒，就紫色搭配这个对，很优雅的哦哦、嗯。然后你知道他们家就是都有顶级的鱼子精华嘛啊、哦，是。然后这一款它虽然叫做高效保湿面膜，但是它可以让肌肤保湿啊、哦、舒缓啊、哦，然后还有就是修护啦，解决弹力的问题，解决细纹的问题，然后解决暗沉的问题。哦，这个很适合，就是例如说我出油前先敷一片，然后我上太阳之后，我可以做一个修护的动作。没错，而且因为呢，它的那个。它虽然没有说它是美白面膜、嗯、但是它亮白效果非常好因此我今天虽然来跟你直播对不对啊然后跟玉兔那么碎的女生直播但是我都只有擦润色 CC 霜
我没有擦粉底哎、欸。我看你说每次我看到关老师，我都非常的惊艳，而且因为他就是在是应该是在一两个礼拜前，他 po 了一个他爸二十年前，就是他是在还是 model 吗还是什么的照片，嗯，对，非常的惊人。然后我就说老师，你现在看起来比较年轻，那皮肤很好。对，我以前不知道是怎么过日子，对我真的现在的状况真的比较好。我是真的和大家讲说，你就是近看关老师，如果你那天就是在逛去的时候看到他的时候，你就那么近看他，皮肤真的很好，真的很好，才有资格在这边哦。然后这款面膜它其实不是新品，它已经推出一段时间了哦。它刚推出的时候就立刻得到一个网络媒体乐时尚颁给它一个网络人气大赏，那是什么网络声浪的一个大赏哦。它就是一个评鉴，就是网络上面就是最多人讨论的一个、嗯、一个网络媒体哦。然后他们办的活动就颁给它一个大赏、嗯，一直到现在它那个面膜回购率都非常非常的高。所以如果现在有在我们现场哦，有看到直播的人哦，嗯、你不妨没有关系，虽然我们在直播。你走到后面拿面膜去结账都没有关系、嗯哦、因为888折一百，折一百给大家看一下，对不对？而且他想说只有五天，就是从今天8月19号到8月20号，而且这个是否直播才有的活动，对对，所以你不用害羞，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你走进来把面膜拿去结账都没有问题。你逛个夜市，你就赶快去屈臣氏买一下，对，然后或是网络上面就可以直接导连结去官网买，没错，满888就可以折一百，非常的划算哎。好，然后因为呢，这款面膜我需要大家就是敷一下。感受那个就是它的那个薄透感跟它的那个你知道精华液的那个浓度有没有？所以我们今天有请到模特，我们要来帮试敷，一边试敷一边跟大家分享。来，欢迎我们的 model 这边，来，请进。对，我和你说，我真的很喜欢跟老师一起合作，为什么？因为每次老师就说介绍这个商品，你都会想说啊，真的吗？但是老师都会现场敷给你看。对，一定要现场敷哦，就算是直播哦，嗯、我们只有30分钟的时间，我还是要敷给你看，敷给大家看。对啊、哦，然后这款面膜呢，我直接撕开哦，然后我要请那个玉兔协助我一下哦。好。好，来，它这一包面膜当中哦，它拿起来很沉。因为它里面有满满的30ml的精华液在里面哦、欸，里面还是很多精华液。对，然后我觉得很多面膜它都会标榜说它的精华液非常多、嗯，但是完全不能被吸收，那个就是没有用啊、哦嗯。但是这款面膜它的30ml 的满满精华液能够完全在20分钟当中被我们满满的吸收哦。然后我先把它打开之后，我要请玉兔来协助我一下哦，因为它的面膜非常的薄哦，你可以帮我把那个塑胶膜把它取下来，等一下哈、哦。来，我们一人拿一边，敷好喽。来，有没有？它的面膜真的非常的透明哦。这个是蚕丝棉绒哦，它非常的薄，非常的透气，非常的服帖，而且敏感性的肤质敷上去的时候，你不用担心很厚、很不透气会过敏，很舒服哦。非常的舒服。我和大家讲说，面膜的那个布的材质真的有差，真的有些是那个完全不透光，都是很白那种。对，然后你敷完之后就发现说，哎、欸，你的精华液其实都还在面膜上面，它完全没有让你的皮肤吸收。对，但是你看这个服帖度。它完全完全任何的脸型都能哦，然后有一些小细节它也都能敷得到哦。然后我常说这款面膜呢哦，它是一款具有人脸辨识功能的一款面膜哦。你敷了它，你完全不会变另外一个人，不会吓到你男友，不会吓到老公哦。而且你还可以去倒垃圾。对，这个其实你不知道你们现在就你把手电拉远一点，你看会觉得好像没有在。敷面膜的感觉，对，因为它整个好透，就觉得她皮肤就是一个皮肤很好的女孩。嗯，而且你知道，有时候譬如说你敷面膜，他们最常对你讲说啊，你就是不能有折痕啊什么。对。但是有些那面膜的设计，它就是会有折痕。对。但是你们看这个，它是完全，它完全没有任何裁切哦。这个蚕丝棉绒，它就是能够符合所有的脸型哦。然后你不要以为它这么薄，它可以吸30ml 的精华液，而且你不要以为它这么薄，很快就干。不用担心，它可以敷到满满的20分钟哦。然后我们就让喵喵边敷，然后我们就边聊，好，好，好，来，很享受哈。这个我跟你讲，一看就如果你真的常敷面膜的人，你一看就知道它的材质非常的好，非常好哦，很优秀。对，来，那我们接着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更厉害的事情，就是大家有看到这个贴纸。
有这个贴纸哦，是这个是世界品质评鉴大赏的贴纸，而且是2020年、哦、今年的，今年的刚拿到热腾腾的银赏。我要跟各位讲，因为这个奖项非常难拿到，如果你在开架里面看到开架里面居然有贴着这个贴纸的商品，拜托你一定要马上把它带回家。对，我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肤质，只要看到这个贴纸，绝对就会好用。因为呢，这个是全世界哦公信力最强的单位颁发的奖项，而且很难拿到。因为我们有时候在录美妆节目就知道说，哎，什么什么世界大赏，为什么美妆大赏？对，这个是真的非常难拿到，这个不得了哦。那你知道这个来源是什么吗？这个来源虽然它很厉害，但是我知道它就是。因为大家就是像我们在朋友界里面，他们就是说，哎、欸，你要买这款面膜，因为它是不是 NIT 世界就是为台湾争光的一个品牌，对台湾之光之类的、哦。你知道这个世界品质评鉴大赏，它是在比利时哦，在1961年的时候、哦由政府所设立的一个，就是一个就是非常高就是有公信力的一个单位哦，它是非常严格的单位哦。那这个单位他们每一年的评选的那个国家哦，一次呢，每一次每一年都会有九十几个国家哎、欸，比一般考试还难考，学校考试还难考、欸。如果你九十几个国家要竞争哦，那个商品大概都有上万件的商品哦，而且呢，他们连食品都有在评鉴。食品都在评鉴，但是美妆保养的部分、哦、它评鉴的项目总共有20几项、哦例如说包装要评鉴、哦、然后里面的那个产品的那个效果要评鉴，还有这个产品在这个市场上的一个公信力啦、哦、还有消费者的回馈啦，还有包括它在生产的过程当中、哦那一定每一项都要得到非常高的评价才会得到这个奖项。我觉得应该是保养界的奥运，对、欸，有点像这个。对，因为就是好几个国家，然后一起去做争这个保养界的，看在谁第几名，第几名。但是他可以获得这个，真的很厉害、欸。然后像食品圈啊，就说这个就是奥林匹克的意思。哇。对，然后所以我跟各位讲，这个面膜在我心目中，其实我觉得它可以拿到金奖、嗯，但是这个实在太竞争了。嗯。我觉得能够拿得到银赏，我觉得真的是很不得了的一件事情。而且重点是，大家知道说今天看直播满888，对，就折100。再来是哦，等一下他刚刚大家讲说今天的商品对都是非常优惠的，满888，我还问了品牌说888包含折扣后吗？因为如果你折扣后买啊，满888还可以再折100，那个不得了。对，因为照样他们都会说什么优惠只能选一项，但是我们今天打的沙丁非常的阿莎莉，优惠只能选一项，那个我真的会生气。对，就觉得不够义气，我觉得你没有诚意。对，你没有诚意，就是我打了折之后，我就算买一送一之后，满888我还可以再折100，我觉得这个才是有诚意，超划算。所以我觉得今天大家一定要下沙，而且面膜你一定要囤货。没错，一定要囤，因为像我这种每天敷的人，趁这个时候，我和他讲说，我自己保养配方就是我自己常用的，我就是在趁折扣的时候买。对，大家不要想说啊，我需要的时候再买，但是你在趁这个时候折扣买，你就可以获得最优惠的价钱，而且你不用考虑。你只要看这个贴纸，对，你就可以买了。得过奥运的好不好？对，全世界的人，全世界的人在帮你公信这个东西。真的，对啊、然后我来分享一下我为什么那么喜欢这款面膜哦。来，这款面膜它其实大家都知道，顶级鱼子精华哦，它有满满的氨基酸哦，来自鱼类的一个优质蛋白啦哦。它能够给我们肌肤很多的养分。像你的肌肤如果出去玩晒个太阳，动不动就你知道那样这样，就是因为你的肌肤养分不足哦。然后它里面当然就是不够强，顶级鱼子精华给予养分，对不对啊、然后再来保湿。的部分它添加的是小分子玻尿酸，可以在敷面膜的同时快速的进入到肌肤的底层哦、它不要大中小，它就是要最小，能够快速的进入到肌肤底层哦、越小越好吸收。对，然后再来呢哦，其实我们也女生很贪心，我们延缓老化的部分哦，然后修护的部分、细纹的部分，我们也都要注重到。是，它里面添加的是蓝铜生态，你去看、搜寻蓝铜生态、对，它只有在顶级保养品当中才有的哦。是，然后你敷完之后，你会发现那个细纹也会有微微的改善哦哦，然后再来的话呢，我觉得。敷完这个面膜，我觉得为什么它叫做美白面膜哦？为什么它叫做保湿面膜，但是美白效果却非常好？它里面还添加了酒生态，因为酒生态它是比较多哦，比较多氨基酸所组成的一种生态哦，它能够让肌肤针对肌肤的表面呢，能够对肌肤的那个明亮感哦、提亮感的效果会特别好哦。然后所以它有这么多的功能，而且像那个夏天容易晒。容易红哦，它里面添加了德国的洋甘菊，能够帮我们舒缓、所以我说它的成分能够让非常全面啊。我觉得如果它要取名字哦，它要取很长很长哦、但它就是很客气取一个高效保湿，是，但它其实是非常全方位的面膜、对，然后你只要敷20分钟。我和大家说真的，就是我看它敷面膜是有一种冲动，是我也想敷一片，
因为你知道，就是有时候你敷面膜就是一种享受，然后是一个那种就是静下来心的那种感觉。对，而且我在他旁边，就是你会觉得哇，天哪，我也想来一片，这真的。因为有时候别人敷面膜，就是说哦，敷面膜好麻烦，但他你看他这个透度，然后保湿度，然后。这个跟脸型吻合，对，而且夏天的时候我都会把它冰在冰箱，冰冰的凉凉的再敷、啊、会非常的舒服、嗯、哦。然后呢我们刚刚聊到说哦，这个面膜它有得到这个影响对不对啊、哦？其实呢 Dr. Sardin 在今年它不只只有这个影响，它其实有另外一个商品得到金赏、嗯、所以它等于是今年得到了一个一金一银双奖牌，而且都是世界评鉴大赏，第一名跟第二名都被它包办了，都包办了啊、哦。那另外一款呢、哦、也是大家你知道就是网络上疯传都有在讨论的一款金苹果乳霜，哇塞，这看起来很厉害耶！有没有？它是不是像一颗很可爱的小苹果？好精致！我和大家讲说，对，就是我自己选择保养品，我觉得就是它重视它的那个成效之外，再来是包装很重要。对，因为你觉得光看它这样很漂亮，然后放在自己的那个化妆梳妆台上面，对。就觉得说天哪，自己好像公主一样、哦，就很优质，对不对啊、哦？对。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哦，这个是顶级鱼子特润精纯乳霜，是它扎扎实实的这个金色的哦，金赏的贴纸在这边哦。是。然后呢，它就是一金一银双头、嗯、双牌双金牌双奖牌的双奖牌哦，是在2020年所拿到的哦。哎、这个真的很棒，因为和大家讲说，就是有些保养品会说，哎，我得到什么牌，得到什么牌，但是可能是两三年前。对。但是在2020年，你可以获得金牌跟银牌，就代表它一直不断的在进步。然后，所以，但是我觉得，因为今天有活动的关系，我觉得有点紧张。因为这个乳霜，我觉得今天的优惠价格让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因为我们不是888折100吗？是。但是今天这个乳霜它是买一送一。我觉得这个乳霜是买一送一、欸，我觉得太夸张了吧！而且是只有在屈臣氏，我觉得这个有点夸张，所以我想先跟大家分享这款乳霜、得奖的金牌乳霜哦。嗯，对，和大家讲说，这个乳霜原价是1980，对，1980，所以你买一送一等于一瓶才940元，而且和大家讲说，因为你加码888嘛，对，加妈妈折100，所以你等于说你是1880。买了两瓶的价钱，两瓶，一瓶才940，对，买一送一等于是五折嘛，但是你再折100就不只是五折，因为是金赏的，就是等于说是奥运界，就皮肤界的奥运界的第一名，第一名，买到940元买到两瓶，换大家讲说，你去专柜随便买一个乳霜，对，都要破2000，而且没有得奖，对，而且没有全世界帮你公认。对对，这个好优惠哦，而且面膜来一定要面膜，它有优惠价格，是，对。面膜呢，它就是原特价，今天特价是原价是299，然后在这个档期呢，对，特价179，所以等于是打了六折，对，是不是很恐怖？哎，这样179，哎，很划算。虽然说这个折扣的活动啊，它是走一个周期的啊，是，但是呢，888折100只有五天。只有五天、啊，所以我觉得各位呢，就是拿着手机哦，在看直播，经过屈臣氏的人，你立刻就进去拿了。对、啊，或者说有在现场想要玩进来。你现在我在上班，麻烦你，我求求你上网直接买，因为你知道它的原价是299，就是大家知道说面膜，其实你真的要囤，你要趁有打折的时候。对。再来是你买这个179，对不对？你还可以满888再折100。我觉得这个就是有诚意，我觉得大家乳霜你一定要买，而且大家知道说，其实已经快要那个入秋了，对，你的皮肤更需要保湿。对，换季的时候，对，换季的时候，你知道最近我这狮子座的朋友，这是生日很多、哦，你就买一瓶送给自己，拜托，但是你不要告诉他说买一送一啦，对对对对，你就说原价买的，嗯，对，啊，送妈妈也是一样，送妈妈不能说有打折，对对，哎、欸，真的，我就和他讲说。因为我自己是很喜欢逛屈臣氏的，对，其实大家想听有时候，因为它本身就是价值很高的保养品牌，所以它并不容易那么常打折，对。但是这一次竟然买一送一，对，其实买一送一就根本就是打了五折啊。我觉得这个，我觉得888是最可怕的事情，超可怕的，超可怕哦。然后我跟大家分享哦，这款乳霜为什么让外国人吓一跳？因为外国的乳霜都知道，有用过欧美乳霜都知道说欧美乳霜就是非常的滋润，然后很厚重哦，然后就是很适合熟龄，年轻人可能就比较不敢用。对，但是这款乳霜让那个外国人惊艳到，让比利时政府、喔、的那个工商业单位惊艳到，我要给大家看一下，吓坏他们。它不只是包装让他们吓到，它整个里面呢啊、喔，当然里面也有满满的鱼子精华在里面啊、喔。然后另外呢，你看它是蓝色，对不对？对，这个蓝色是真正的蓝铜生态的蓝哦、喔。因为蓝铜生态的铜离子，它碰到水，它会变成蓝色的，嗯、所以它是扎扎实实、真正的成分在里面啊、喔，能够就是延缓我们老化跟针对细纹的部分哦、喔。然后其实你来。
肉眼看得到吗？里面有没有一点一点？有一点点，一点点这样。哎，黄色的金箔，金箔也太高级了吧！98.59的金箔，哇！对，我觉得这个宋妈妈真的不得了，你一年都可以吃到好菜。对对，然后这个除了金箔之外呢，另外啊还有就是像是海月水母的成分啦、啊、哦、嗯，然后还有在冬眠中的水仙啦、啊、哦，是全部把它一个微脂化变成是非常非常好吸收。来，你用用看，我看一下。对，哎，这个真的很高级。我觉得那个模特儿喵喵也来用一下，年轻人嘛，对不对？几岁？六。多少？二六，吓一跳，我以为16。26，来推一推，推一推，你会感觉到说它虽然是乳霜。但是它会化成水的感觉，有没有？它会化成水的感觉。欸、对，我看大家说，如果你是怕擦乳霜，然后你会觉得很厚重感，完全不用担心，完全不用担心。我给大家看一下，我镜头再拉近一点，这样这边看得到吗？这个是有擦过的，这个是没有擦过。你能看出来说我这边特别的透吗？然后这边就感觉是有红红红红一般，看得到吗？差很多哎、欸，差很多，对不对啊？嗯、对。然后呢，最近呢，女人我最大，不是有粉美赏吗？是。来帮忙投票一下，来，这个呢有入围保湿赏哦、嗯，就是女人我最大粉美赏的保湿赏，这个有入围乳霜赏。哇，太优秀了！对，所以有机会的话，就是去投票，去加强、让它入榜。是。对哦，那最重要的当然就是要把它带回家。而且我看大家有说，我真的非常喜欢它的设计，因为你看是苹果，对不对？对。上面是一个小糖。小挖勺，哎、欸，有没有挖勺老师弄丢的经验？有。对，然后就用手去挖，对不对？对。不行，你就是要让它这样磁铁吸在上面，好漂亮哦、然后像一颗苹果。如果你像26岁，会不会喜欢这个？会因为它的造型买回家，我觉得应该是每个女生都喜欢吧。对，我就想要当那个白雪公主，我想拿那个高级的金苹果。对，没错哦。好，那我们时间差不多了哦。虽然说它必须要付20分钟，但是因为直播的关系哦、嗯，我们就是现在就把它哦卸下来哦，来看，哇哇，哎、欸，真的很你摸很透、欸、它有没有黏腻？没有。有没有就是你知道臭臭地？沒有，完全没有，30ml 的精华液，你自己摸。這個、你讲一下你敷的那个感觉，因为我和你说我真的第一次那么想看到别人敷面膜，那么想这么想一起用，是真的，對不對？因为你会感受到他敷完面膜，他整个的体温是真的是降下来的、欸，非常舒服。好舒服哦、然后有一些那个精华液哦，我们就把它带到脖子这边啊，带到脖子这里。哎，好想敷，真的是很想敷、欸，很舒服哦，降温哦、然后它虽然是26岁的肌肤，但是各位同学，26岁开始你就要敷好面膜了，好吗？哦，因为10年后你36的时候，是、你还是一样像26。和大家讲说，不要想说哦，我很年轻，我不需要保养。但这个时候，你就要 keep 住你自己皮肤的品质。对，这真的很重要。你越早保养，为什么你说什么很多那种日本的模特，为什么过了几年之后、还是看起来就是保养很好？对，就是因为他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保养。而且你知道日本不流行医美，所以他们都是真的非常扎实的靠保养。嗯，对。然后最后我再帮他上一下这个乳霜。哦、我好喜欢乳霜哦！我一定用乳霜。我跟你讲哦，我常跟大家讲哦，你不用油跟乳霜，你就是会老。我不是在威胁大家，这是事实。因为老师看起来好像很凶，我不是在威胁。我没有在威胁的，因为常常讲说哈，难道怎么样？你是在吓我们吗？对、我就是在吓你。但是是真的，对，我怕他有些人就说我不喜欢黏黏的感觉。你比较怕黏还是比较怕老？对。但再来是这一瓶呢，是我跟你讲，我擦完真的是没有黏黏的感觉。然后我擦完之后，你会看到整个这个手的那个皮肤啊。是泛光亮的感觉，有点像有光泽灯泡机的那种感觉。哎、我和大家讲说，因为这次买一送一，要是我的话，我就买2瓶。然后大家知道说，夏天的时候不都会穿一字领吗？对，你知道女生最性感的时候就是这个锁骨跟肩颈这部分。对，你就抹一点，然后这样擦，然后你不黏腻，但是你的皮肤会带一种光亮的感觉。没错，会让人家觉得很欧美。哇，你的皮肤看起来好像、很有弹性，看起来很可口。对，我自己会这样子。而且我觉得年轻人啊，如果你跟他讲说，哎、你用什么样的乳霜？哎、我都是用顶级鱼子精华的乳霜，其实还蛮威的。而且你知道，你那一瓶放在那个家里面，对，它其实就是一个装饰品、没错。大家一来就说，哇，这个是什么？你知道，女生其实就是有一种炫耀的心态，说，你不知道啊，这上面其实是一个汤匙呢，而且它是还有得过奖的，你知道，女生就会觉得很开心。对。好好的，来，它另外一边我已经帮他用完这款乳霜了哦。然后它那个红润感呢，蓬润感，其实它是已经是算年轻肌肤、然后胶原蛋白已经非常丰富了哦。你现在皮肤真的很透亮哎、对，我觉得如果有些女生是像我自己本身，就是如果我知道我自己可能
你可能会常比较脱妆，或夏天的时候你要加强保湿。你然后我觉得有些人会说什么敷面膜很麻烦，但其实敷面膜怎么会麻烦？麻烦，而且它是最快能够帮你的皮肤注入水分，然后保养的方法。对，而且敷面膜那个20分钟的时间，你可以追剧，你可以看书，你可以做任何事情，你也可以做家事。你只要敷到很服帖的面膜，其实你什么事情都能做，而且还可以泡澡。你不会觉得说哦，就是有个东西粘在那个皮肤上面，它真的很服帖，真的很透。而且像我觉得。就如果你就是敷完面膜，你也不想要比较素颜一点，你敷完面膜出去看起来气色超好，而且上妆会非常的服帖哦，所以你白天的时候妆前也可以敷哦，晚上睡觉之前也可以敷哦。嗯、然后呢，这两款产品呢，一个是金奖，一个是银奖，我们再重复一下今天的活动优惠。哎，这个真的很棒，和大家讲说顶级的鱼子特润清晨乳霜，就这一瓶，对，这一瓶买一送一，得过我们金牌，对，第一名，世界品质评鉴大赏的金牌，对，保养界的奥运第一名，好不好？买一送一，等于说你这样换算下来，你一瓶才买到不到1000块，对，因为我们今天还有特价，就是全商品满888折100。你其实光是只有买这一瓶就可以再折100了，对对。所以其实下沙大概有四五折多、欸，四五折多，对。然后另外像这个面膜的部分，面膜原价是299，现在下沙179。和大家讲说，我真的觉得要下沙十足。对，我自己面膜就是囤货那么多，没错，就是自己放在这些柜子里面，放在冰箱里面。你回到家想要敷面膜就敷面膜，再来是你会觉得说，天哪，今天你要趁这时候特价买回去，因为你会发现说，哇，其实保养也是小资女可以优惠的一件事情。对，而且我知道，虽然很多人喜欢就是每天敷面膜哦，但是当初沙丁的这款面膜哦，你就是一个礼拜敷一片，它可以让你就是撑一周哦。对，那个肌肤的明亮感、跟弹力感、跟水润感，可以让你撑一周。所以汉娜想说，不要说什么啊，就是因为我没有钱啦，所以皮肤保养不好。没有，你就要趁这次的档期，179元把它囤5盒、10盒都可以。约朋友一起来买，对，真的很棒。经过去这次就立刻去买。然后和大家讲说，我们刚刚讲过说，今天要售出6800的那个礼物嘛，你说6800的礼物是？就是我们达特萨汀的最后，对，最后，然后跟大家说，现在赶快留言，就是你艾特你的朋友，对，譬如说我现在是我要留言，我就可以艾特管理老师，对，然后上面写达特萨汀口碑爆棚商品，你就有机会可以获得。所以你有可能连买都不用买，你就会得到那个礼物。总共6800，哇，总共六千八，有多少品项在那边？几乎全部了吧？应该是几乎全部了吧，都是重点商品的吧？哎、欸，真的很有，我刚才跟大家讲说，就是。你就是边留言，然后赶快来我们屈臣氏买这样的商品，对，回家，对，很划算。我觉得有点划算，就是你除了今天看完直播，你可以抽到那个6800的礼物之外，你立刻到屈臣氏买，你还有这个折扣优惠，满888折100，五天，到8月23号。你如果在上班当中，你今天下班去买，还是来得及的。不然你网络上，对，直接下单也都没有问题，也都没有问题，不用出门，屈臣氏的网络嘛，对对，很方便。好。那接下来呢、欸、我们就要进入下个阶段了，你有什么问题还要哎、欸、来谢谢。就是我们刚刚就是讲到就是我那个皮肤保湿是解决了，但是我很好奇老师问什么那么喜欢 Data Satin 啊。好，除了我个人呢觉得用鱼子精华是很奢华哦，是，就是很炫耀的事情之外哦，那当然就是它的效果，是，对，我觉得效果立现是很棒的，而且加上因为我是熟龄肌肤哦、嗯、然后我也常推荐年轻的女生、嗯、你也可以开始用鱼子顶级精华，这样有点让对大舌头啊、哦、然后所以呢就是年轻的肌肤开始使用这样的一个顶级的成分呢、嗯、它可以让我们就是你知道，让我们的年轻能够更加的持久。大家一定要在这个时候来保养，因为等于说你开始25岁保养，24岁保养，23岁保养，你从保养的那一刻，对，你就把你的肌肤 keep 在那个时候。对，而且其实我不太好意思推荐年轻人去买专柜的顶级的鱼子精华，有没有？我觉得那个就是你说好用，但是年轻人的荷包是没有办法的。是，对，那所以刚好就认识了 Dr. Sunny 这个品牌，而且重点是它是得过我们那个。保养界奥运的第一名跟第二名，对，刚刚介绍这些商品，那还有什么商品是你自己平常非常推荐的？来，你知道其实 Dr. Sardin 哦，他们本来就是一个很会得奖的品牌啊、哦，他不只是得到这个世界品质评鉴大赏，他、也很会入围女人我最大的粉美赏哦，是，然后他也很会得我们今天在哪里屈臣氏，屈臣氏有美丽大赏啊、嗯、哦，他、也很容易得美丽大赏啊，很容易得奖哎、欸，对，那既然我们在屈臣氏，他是资优生，他真的是资优生，太厉害，资优生啊、哦，然后我们接着要分享的是鱼子奇。
肌高水感保湿精露哦。那这款精露本身也是我很爱的原因，就是因为它2019年的时候已经得了世界品质评鉴大赏，嗯，已经得了。它其实去年就已经在你知道，我们今天介绍全部是得奖，今天是颁奖典礼吧？怎么那么厉害？它去年就有得到银赏哦。是，那去年得到银赏之后就哇，真的是非常多人喜欢，嗯、而且我一定要让玉兔试一下它的质地，它不是一般的化妆水的质地，它是有点浓稠的，非常的浓密的质地。啊，我喜欢这种。对哦，它等于说能够在我们的保养的第一道步骤，能够带给肌肤非常好的一个养分哦。是。然后它有顶级的鱼子精华啦哦，然后也有蓝铜生态嘛哦，嗯、然后它另外还有像是芦荟啦哦，这些成分都有在里面哦。你用完之后你会。哎、欸，差很多哎、欸，差很多，这太夸张了，看到吗？这个是少女手，这是老妈妈妈妈手，哎、欸，这差很多、欸。和大家讲说，我自己本身，我像这个就是精华，像这种化妆水的、啊，对，我自己是常常会买两三瓶。嗯、大家会说哦，我其实保养我就擦一层化妆水，再擦精华液就好。没有，我跟你讲，我真的看过那个有一本书在教保养，然后他本身以前是日本的 model， 他说他们有保养一个方法，就是你擦完一层化妆水之后再擦第二次、第三次。哦，有，你之前跟我分享过，哎、欸，那个真的很有效，真的很棒，真的很棒。那所以我觉得你要擦的那种化妆水就必须要有这种顶级鱼子精华的、嗯，我和大家讲。的化妆水，我自己本身啦，因为我自己本身是皮肤很容易泛红的人。然后大家知道说，譬如说有时候你真的要出去，因为我就曾经就去录影的时候，他们就说：“哎、欸，玉兔，你就看起来皮肤很好，为什么？”就是大家知道说，你夏天你要露皮肤、嗯，对。但有些女生其实皮肤是很容易干的，是我这时候就会化妆水，就大家会觉得说啊，就是这样子会不会太奢侈？不会，因为都是你的皮肤，你化妆水擦完全身之后，你再擦乳霜。我和你说，你那些皮肤会超漂亮，超漂亮！真的，你不需要再怎么擦什么隐形丝袜还是什么、嗯，就是你整个让自己的皮肤露出来很漂亮。嗯，就是我现在已经到了，就是整身皮肤都会用像那么高级的保养品。你这样会让我有画面哦，会对、会让现场就是现场人发现我自己在浴室这样。但是和大家讲说，因为你真的要趁这个时候，有些人会说、嗯、啊，我的脚的皮肤不好，因为我自己本身以前小时候我本身那个。皮肤会有一点一点一点红红的，有点像粟粒子那种感觉、嗯。对对对，就是那种角蛋白。但是我后来就会用化妆水。2019年的世界评鉴大赏哦，是，但是他今年也有入围，就是一样、哦、女大哦，女人我最大的粉美赏，他也入围化妆水的品项哦，所以就是一样，赶快去帮他投票、欸。我觉得这个真的很优秀、欸。对，然后这一款本身也是我，我们要结束了是不是？啊，要结束了。入围赏的投票已经结束了、哦，已经结束，所以他就是入围。哦、就是有入围，我觉得有入围就跟得奖是一样的感觉了。欸、说这个真的很好，因为我刚刚用完，我真的觉得很厉害。对，现场有人想要试试看的吗？有没有人可以让我？但是我觉得这一瓶哦，我也可以想要跟大家讲一下它这次的优惠是什么。这个、很优秀哎、欸，给大家看一下优惠。对，它这个应该这次也有优惠。来给大家看一下。对啊，这是买一送一。哎、欸，这个很划算，我先看一下。看一下现场的，它原价呢？原价是哎。欸在哪里？原价980，所以我等于说我980买到两瓶，980这个可以一送一，再折100，再折100，所以4-5折。我和大家讲说这瓶很优秀，因为我刚刚擦到我很惊艳，所以你刚刚就是拿来擦身体是有可能实现的事情。我和你说，因为对，我和你说，因为。你知道有时候我自己本身就是，你知道女生女艺人就是要露肌肤、嗯，但肌肤不好，你就会觉得说很害羞。嗯，但他讲说有时候化妆水真的很贵，真的化妆水真的不要省，轻买一送一，而且它本身是有点精华在里面。对，我刚一擦上去之后，皮肤是带一点光泽。这款化妆水你用完，你会觉得化妆水是人生当中真的必要的，真的必要的。但是看你用的是什么样的化妆水。对，好，那我第二个喜欢的东西呢，它今天也有折扣哦。是，然后这个就是鱼子活养洁白。洁面乳哦，是。那这款洁白洁面乳呢，它本身就是有获得那个就是屈臣氏的健康美丽大赏哦。然后它是白百氨基酸的洗面乳哦。是。我常跟大家讲说，如果说我们要把脸洗干净，又不能过度的干燥，你一定要用氨基酸。但是有很多品牌的氨基酸，你到底加了多少？只加了一点点哦，那个是没有效果的。是。但是它里面添加了100%的氨基酸哦，是。所以能够让你洗脸的时候，尤其是很多男生也很爱这一款。是。如果现在有看到的人哦，
女朋友也可以帮男朋友买一下，是，对，然后这个折扣是多少？这个折扣呢，和大家讲说原价呢、是580，然后我们这次的档期呢，就是说我们满888再折100嘛，对，所以等于387。但是呢，如果你买两件。75折，两件75折，75折，你等于一条才买到290，因为洗脸的产品本来就已经单价很低了，然后它还两件七五折，对，大家抄下来，抄下来。你能够和朋友讲说，哦，我昨天用我们的鱼子精华洗脸，对。这听起来很奢华，好法国、哦。然后现在看直播，如果来不及抄的人，赶快把它拍照截图下来，然后去屈臣氏找商品。真的要买这个洗面乳，因为洗面乳其实是生活必需品，没错。你就买一瓶放在自己的那个，就是自己的浴室，然后。家庭爸爸妈妈那边放，爸爸妈妈会很开心，想说哇，怎么那么孝顺，有够奢华的。这个生这个小孩真的值得。对对对，是来报恩的，是来报恩的。然后另外这一款呢，就是鱼子角鲨哦，奇迹修复精粹这一瓶呢，就是我一直跟大家讲哦，如果你不敢用植物油类的保养品、你一定要选择一个你能够喜欢用的一个油相的保养品，那个就是角鲨烷。是，对，那角鲨烷的这个成分呢，它是在我们化妆水之后啊、然后使用在乳液或乳霜之前，它等于是代替我们的精华液的感觉。这个我一定要让你涂抹一下。这个其实你有在用油吗？我有在用，我有。而且我看到它很好吸收，给大家看一下，它就是一个这样透明的，然后你抹开，它非常好吸收。对，因为那时候我第一次用到的时候，我是本身很喜欢用油的保养品、然后我朋友就推荐我这个。哦，我知道你也会用身体油之类的。对对，但是你知道它是非常好吸收，它是让你涂完之后，你也不会觉得说有油腻感，完全不会有任何的油腻感，它瞬间就被肌肤吸收。我一直跟大家讲说，油不是冬天才能用的，是我们夏天也要用油，因为夏天有紫外线跟冷气房的问题哦。你的肌肤一直出问题，就是因为你的肌肤没有油的保护、因为油可以帮我们形成一个肌肤的屏障嘛。它里面除了顶级的鱼子精华之外，还添加了三种非常棒的油相成分哦。哎、给大家看，很亮哎、光泽感，这个苹果我自己很喜欢，就是一定要用油。我会选择在晚上使用它，没错。你就是自己就是洗完澡，然后上完化妆水之后，擦一个像这样子的，然后你就做一个包，就按摩。对，你就觉得说哇，今天很累，然后你很爱自己，然后你隔天起来，你的皮肤。真的会很亮，而且有开冷气睡觉的人一定要用。对，然后它添加了三种油相成分的，一个就是米糠的萃取哦，是。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神经酰胺，很多皮肤科医师建议你一定要用的东西哦。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橄榄来源的角鲨烷，这三种油相成分加上顶级的鱼子精华哦，是。它能够让你不管是几岁的肌肤，20几岁一直到60几岁、70几岁，都能够让肌肤恢复好的屏障哦，然后有弹力，而且油它也是本身细胞在新生的时候很重要的养分。是，这个真的推荐大家一定要用，所以这个也有。这个售价原价是1580，对，然后我们档期呢特价是1050，对。但是呢，我们这样子折扣下来，因为我们刚刚也讲说两件75折，对，所以一瓶才737元，掌声鼓励。哎，太优秀了，这个价钱。我觉得之前买到原价的人不要吐血。真的、这个就是呛死的问题、有做活动才有这个优惠，你就趁这个档期赶快把它买下来。我觉得你至少一年份要把它补齐，真的，对，而且年底的那个百货的周年庆也不用去了，周年庆有到这样的，你不用去人挤人，你直接上没有到这样的程度，订购就可以了，没错。然后最后呢，再跟大家分享，我们之后呢用完这个精华，都还要再用乳液或者是乳霜哦。那这一款呢，就是鱼子高水感保湿。奇迹乳哦，是这个也有得到那个屈臣氏的美丽大赏，是这两项产品都有得到屈臣氏的美丽大赏哦、然后这款淡然顶级的鱼子精华啦哦、然后蓝铜生态啦哦，来自于那个橄榄油的那个植物油脂啊、都有添加，而且它非常非常的好吸收。我要，所以它这个东西，这个哦。我们分享的后续这几款也都是我平常有在用的。我白天就是用乳液，晚上我就是用乳霜。哎、这太好吸收，我刚才抹两下，全部不见了、对，它吸收太好了，它吸收太快了，吸收真的太好了。对，吸收太快了。你刚刚看到老师就把我挤了，然后我就这样抹两下，全部吸收了、而且玉兔前面还有用这个角鲨烷哦，对，还有用角鲨，后面还用这个乳液哦，好优秀。但是我觉得肌肤获得保护力之后，你的肌肤才会能够漂亮，才会能够健康。像我就像老师说，就是你早上的时候你就擦这一瓶擦乳液，因为其实白天跟晚上所需要的保养品其实是有点不一样的。对，然后你早上出去的时候其实很清爽，你就擦这瓶。
而且你知道早上很赶时间，对，越好吸收的你就越快出门。没错，那他们这两款的折扣是也是两件七五折，然后大家讲说，刚有奇迹乳原价是1380，档期特价920，如果你一次买两件打七五折。一瓶才640，一瓶才六百四，一瓶才六百四。你从一开始一瓶1380，然后现在变640，也太划算了吧！好，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哦，因为就是 Dr. Sardin 你很少遇到他有打折扣，对，然后也很少遇到他跟屈臣氏联合起来打这么可怕的折扣哦。那所以今天要分享的全部都是我管理老师本人有在用的商品之外哦，然后他也是台湾之光哦，也是得奖之王哦。对，我们今天分享的产品全部都有得到世界品质评鉴大赏哦，然后也有入围女人我最大的粉美赏哦，各个部门哦，另外当然还有获得屈臣氏的美丽大赏，这些产品全部都是得奖的商品哦，是你一定要在这个五天之内，对，而且他直播才有，你买越多真的是越划算，对，这个时候真的要赶快下单，或是直接到屈臣氏来买，对，因为我们全港满888再折100。对，真的非常划算，而且是本身的折扣价格满888还可以再折，还可以再，但是我可以偷吃不吗？例如说我买了1000多2000多，我是不是可以就分开结账？当然可以吧？可以吗？可以，对不对？是不是要这样子？是不是要这样子？一定要！哎，那这样我觉得就太过分了。就是，我觉得这个真的太过分。你们有要让其他品牌生存吗？很优秀哎。对，而且我觉得 Dr. Sardin 它就是我觉得很棒的。你真的要用顶级鱼子精华，就是 Dr. Sardin， 而且它是医美级的保养品牌。是。你现在只要经过屈臣氏，把你刚刚直播的截图那些，或者是你问店员都知道，这个活动就是都晓得，大家都晓得。你就是问你到底要怎么买才是最聪明的。你知道屈臣氏的店员都很好，对，他会好心，就是好好的教你怎么买是最划算的，真的很棒。我们刚刚讲到就是保湿面膜，我觉得在夏天一定要拥有，一定要囤，不是拥有要囤啊。对，然后这个乳霜呢，哦，得奖乳霜就是妈妈买一送一，妈妈、女儿、妹妹哦，都各来一瓶，维持年轻。它，你看它的外包装就是那么好看，对，金苹果乳霜啊、哦，对，然后再来保养的程序，我们洗脸。一定要带，接着呢要用化妆水哦，再来呢这个角鲨哦，角鲨，最后乳液或乳霜，我觉得我已经帮各位挑选了最基本的、最优秀的、顶级鱼子精华的最基本的保养品项，然后折扣。只要有听到满888就折100，我觉得这个已经是非常划算。你说哪一个就是医美等级，你帮你下杀4-5折。好，今天整个就是令人忍无可忍的直播，真的。对，然后我们的时间呢，看起来也是接近忍无可忍，无需再忍，赶快下单好不好？今天真的非常划算。和他讲说，你马上冲到屈臣氏。对，如果你现在上班，你真的想用的话，你马上上网下单。对对，过几天就会收到了。真的很优秀哎、欸，真的很优秀。你要到现场，就是要摸到东西。你要爱自己之外，你要孝顺父母，你要让父母知道说你是来报恩的，送给他什么鱼子系列，真的很优秀。这一瓶就够了。你知道妈妈看到这个有多开心？而且还有谁要送你知道吗？谁？婆婆。婆婆要，我忘记这一点。婆婆真的要，婆婆很重要。你知道婆婆平常就说啊，碗怎么没有洗那么干净？我送给她说，碗我来洗就好了。你一整年都不会再被抱怨。不要跟婆婆讲说买一送一，就想说啊、哦，这罐1980这样子，而且妈妈的孝心。但其实你才买900多块而已。对，哎，这个很棒，会不会做人？这个时候你虽然是小子女，但是你会做人，就这个档期，没错，买到非常的便宜。哎，我今天要谢谢关于老师，不止就我们学到就是保养的技巧之外，也学到做人的技巧。哦，我觉得真的是学到做人技巧，真的要趁这个时候档期。大家想知道说，真的过了这个春就没有这个店了？没有，就是五天。只有五天，对，只有五天。是的，我会担心有缺货的问题，所以今天下班或立刻 right now 就到真的会缺货，真的会缺货，因为我们家的店非常的优秀，而且我们今天推荐的是顶级，是获得世界大赏的。当然啦，这几款以外的东西也都有折扣啦。对，但是你要买，是不是要买关林老师在用的？真的，对不对？我在用的，你就带回家才有那个。记得对对这个。拿给婆婆妈妈也一瓶，会不会做人？玉兔以后碗就不用洗了。哎、欸，我真的很害怕以后被婆婆会不会做人？就这个吧，拿这个哎、欸，
婆婆金苹果鱼子酱鱼子精华哦，婆婆很开心。好的，今天跟大家讲说，在这次最后一次 announce 就是全商品满888就可以现折100，然后我们只有五天，好不好？只有五天，从今天开始到8月23号，没错。大家现在下班之后就赶快来抢，因为之后真的会缺货。对，我怕我用的东西会买不到，所以记得就是立刻或下班一定要来。我和那个罗达的小丁真的太优秀，真的太优秀了。今天谢谢大家，赶快来抢啊！下次见，拜拜，拜拜。真的好优秀哎、欸。